Hello? Hello? Hey, hey! 来了！晚上好呀！晚上好呀 ，everybody！不许卖萌，谁卖萌啊？看谁卖萌啊？我才没有，你乱讲话，你们这些人。刚才结束了直播，刚才结束了电台的直播，然后现在在回去的路上。所以呢，给大家再开一个手机的微博直播。你看我今天是不是很活跃？又是发照片，然后又是 bubble， 然后又是直播，然后又是电台。活跃的那就要多活跃一点，一天呢让大家多看到一些。对，反正你们也对。yes。哦，最近老被口水呛到。其实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一天这么活跃吗？因为难得今天化了妆，难得今天化了妆，那这个妆就不能浪费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所以呢，就给大家开个直播。虽然呢，化妆跟没化妆呢是没什么区别的啊，只不过看上去更精神一些，哎，所以呢，哦，那今天为什么化了妆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哈哈哈哈。其实没画眼线，这个是应该算是眼影吧，轻轻的画点眼影，这种就是我们平时日常妆就是这样的，舞台妆会更浓一些。对，当然虽然就是。这化妆啊，真的对皮肤特别不好，所以我真的本来能不化妆就尽量不化妆，但是今天没办法，今天因为某些原因必须得化妆，所以呢就化了。坤哥有长痘痘吗？有啊，长啊。这儿就不会再被妆给遮住了，就是已经没了那个痘痘，现在只是硬痘印而已哦。对，还好，我现在皮肤很好。多多发泡泡可以啊，当然发，一直发呀。直播卸妆吗？又不是没见过我直播，又不是没见过我卸妆的样子，有什么好直播的？你看我以前在那个什么那个 Pink Festival 里面，我不是也拍过我自己在厕所就直接卸妆，现场卸妆吗？说实话，真的我化妆跟卸妆没什么差别，真的，哦，就有这个自信，我跟你说。匿名嘉宾，什么匿名嘉宾？啊，你我像天空与海。在水平线上念释怀，我都明白，走得越远越离不开。起高了，
有没有起高？好像起高了。对，刚刚还在听天空海，不让眼泪陪我过夜。怎么唱来的？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，不让你的脸梦里憔悴，爱的潮水已经退，我的心不再随便给。Yeah. 对，我忘了歌词了。这是我跟萧俊真的在练习生的时候练的最多的一首歌，弹唱还是弹唱，我跟你说。Falling down the way. 在英雄漫画里崇拜，在英雄漫画里崇拜啊啊！别乱说话，你们这些人啊！警告你们啊！警告一次啦！再乱打了后直接结束直播，跟你说哦。对啊，真的是这个梗是不是过不去了？你才胖了，我瘦了好吗？谁说我胖了？你才胖，瘦很多好不好？最近都怎么说呢？吃很少，吃的比较少。说胖的是嫉妒你，没错，哼，健康最重要，没错，健康最重要。我现在很健康，非常健康，每天睡八个小时，吃饭按时，啊，没按时，但是我每天都是吃很多的。我刚才就说我吃很少，其实是吃挺多的啊，但是。怎么叫真的叫怎么说呢？多餐少量，秒打脸，真是。刚才还说挺少了，现在被人说挺多了，就是多餐少量，我的大额头啊，还好我没有脱发，挺好的。啊，对，少食多餐，没错，什么多餐少量，少食多餐，没错，少食多餐。没错呀 ，Dream 快回归了，非常的期待，非常非常的期待。七 dream， 七个人的 dream， 一级棒！什么一级棒？他们的歌一级棒，非常好听，你们的多期待就是了。我剧透他们干嘛呀？我为什么他们的我有什么好剧透的？你让钟成乐自己去剧透去，别让我来剧透。你看吧，陈乐忍不住的，我跟你说。啊、没错啊、那个什么还有什么，陈乐从后天开始正式要回归电台了。其实他现在已经就是结束隔离了，但是这两天呢还是因为行程的关系还是没有办法去电台，所以呢他从
后天开始会重新回到他的 DJ 岗位。招人吗？我娱乐招人吗？我也不知道哎。啊，有才，有才有能力了啊啊！努力，努力向上啊！你们一定可以找到更好的公司的，更好的职位。对，我们公司虽然很好，对，但我相信以我们的威震爷这个实力，可以找到更好的、更好的职位。对。具体我们这边招不招人我也不知道啊，那个你们要问那个大江江去。没错，今天心情特别好。今天心情特别好，因为今天的天气特别好，所以心情自然的就特别的好。谁说我们人少了？我们人很多了，好吗？谁说的？小俊，哎，小俊你怎么说的？说视频部门人少，哦，小俊，也怎么说呢？因为我们实在最近拍的东西太多了，哦，所以是，对，可能真的就是因为拍的东西多，然后剪辑速度会变慢，对，然后所以呢，对，希望大家多多理解一下吧，嗯。你想，我现在连 Queen's Cloud 都放给他们剪了，我本来都 Queen's Cloud 我自己剪的，但是，现在觉得还是让他们剪会比较好一些。哦，有在准备啦，对啊，这个之前好像有跟大家提过嘛，不是 ？Queen's Cloud 呢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嗯，剧透一点点的话，就是要贴近这个主题啊。为什么叫 Queen's Cloud？ 啊 ，Queen's Cloud 呢？你看，我记得我以前的片头都是云嘛，对不对？都是在天空上面拍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就是剧透一下这个主题。我可能会根据这个天空这个东西呢，会展开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的研究也好，活动也好，比如说
去研究，试研究一下天空为什么这么蓝，天上为什么有白云，或者是什么天上为什么有鸟，飞机是怎么起飞的，哦，这都是一些好的想法。哎哎，好像是个好想法。哎哦哎，我本来我不知道拍什么东西，这哎，这下一瞬间我这哎脑袋灵光了，这下哎，开飞机，开飞机也不错。嗯，你们觉得，你们觉得 Queen's Cloud 还可以拍什么内容？来，你们说，我来参考一下。开拖拉机。爱的迫降，让路易上天，他会被吓死吧？他上天的话，遛狗遛猫，哎，这个不错，遛狗遛猫不错，日常，嗯，遛猫怎么遛啊？他们又不出去，他们出去的话 ，stress 吧他，哎，他们出去的话会得会有压力的。魔术，魔术不错。魔术的话我觉得不能放在 Queen's Cloud 里面，因为跟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。嗯，魔术可以单独的去想一个什么东西拍一个。还有呢，剧本杀，剧本杀但是需要几个人呢、啊、我没玩过，我不知道。剧本杀，思成会和李永清斗嘴，拍个斗嘴专题是吧？天台打假，天台打假什么东西啊？坐飞机模型，宿舍生活，宿舍日常，威人对唱山歌。好的好的，感谢你们的这些建议啊，我会好好的参考的。嗯，做饭其实我也有想过做饭，但我觉得像做饭是好像太多了。嗯，我已经给大家做了很多次饭了不是吗，所以呢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实际意义。嗯，大家看看照片就好了。帮粉丝补习，补习啥？帮你补点音乐知识差不多。乐理知识。鬼屋最近好像鬼屋开吗？不知道。来跟我上网课，上网课教编曲，自己编剧还编的没不咋地，还教你们。哼哼，分析基金走向。你们教我投资好不好啊？有没有人可以教我投资的？啊，纳凉特辑，预测一下股市。哦，我看到一个，里面有一个银行理财经理。哦，看到了评论里面有一个本银行理财经理来了。
晚上好，山哥，山哥，银行行长来了，这一看就假的，什么银行行长来了啊？别学人家，有点创意啊！好了，不说了，到家了啊，再见，拜拜。不说了，到家了，再见，拜拜。